拉开瓶盖，茶香阵阵飘香。第十六届总统、副总统就职，台东精粹极品茶入选520国宴饮品。该茶出自台东花园，杯杯好茶都出自领先茶界的冷萃技术。不喜欢化学那类东西，所以这支是零添加。它在冷藏的状态下，可以六个月都不会坏，都不会变质。它可以排除掉苦涩味那一些。冷的方式，它就是保留最原始的营养跟香气。据了解，极品茶使用无尘低温的冷萃取，无糖、无添加防腐剂以及抗氧化剂，并以红酒瓶瓶装，茶香晶莹透彻，有如无酒精的香槟。是我们一直在用区域品牌的概念来去推广台东红乌龙的产业。那希望以后大家想到台东也会想到红乌龙。县府从2022年创立台东红乌龙地方茶品牌，凝聚在地的茶业者力量，并结合慢经济的策略，推动台东红乌龙发展。2024年更获得缪斯设计奖肯定，增加在国际市场崭露头角的机会，让世界认识台湾，认识台东。台北新闻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